的我，浪漫和剧组何时轮到我，写信云是流连和星座，我的白马王子何时才降落，等着他怎么能不寂寞，我想很多，还是去便利商店买本杂志度过这个周末。手的脸孔 Oh my God， 是他不会走，就在我家巷口的便利商店，有着深邃的双眼，让人陶醉，笑容却卖得如此好防备，脸颊眼睛都显得暧昧。哦哦，在那间七开头的便利商店，等待着害羞的脸红 Oh my God， 是